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来到玩具异趣园。今天我们来扭扭蛋了，是蜡笔小新的。这个主题呢是空等，就是等了很久，但是呢都没有等到结果。一共有五个人物，我想扭到的是，先不说，因为每一次我想要的好像都很难扭到。掉下来的是，看这个扭蛋这么小，应该是小白的，打开看一下。啊，果然是，不是我想要扭到的。那再来看第二组，是他的新电影《幽灵忍者争锋传》，这里面呢也是有五个人物，他们呢都摆出了那个忍者的姿势，不知道他们要对抗的是谁呢？看了一下预告，这个电影还挺有趣的，它会揭开小新的身世之谜。大家可能很疑惑，小新的出身还有谜团吗？我还挺想看一下的。我们扭到的人物是穿绿色衣服的，没有悬念就是正男了。诶，看到食物还挺可爱的。再来扭一个，看一下这一次会是，看一下颜色，里面的是黄色的，那黄色的就是阿呆了。看一看，也很萌的，对吧？正男这个表情呢，就好像在说，我不怕你，放马过来吧。他平时呢是比较胆小的，可能就是给自己壮壮胆，从气势上先压倒对方。阿呆的话呢，他的这个表情啊还有动作和他的名字很像，就是有点呆呆的感觉。好想看一下他们在电影里面是怎么样和敌人战斗的。他们都学了武术吗？这五个人里面呢是一共有三组动作，妮妮和风间的都很酷哎。好了，最后呢是小白的，他在等待什么呢？应该是他的狗粮吧。啊，小新终于来了，还以为小新忘了给自己喂饭呢，顿时变得好开心啊，大口大口的吃起来。这里面我最想扭到的是小新的爸爸的，因为呢他把那种等待的沮丧的心情刻画得非常的生动，我觉得应该是和他工作的事情有关吧。然后其他的呢，小新的这个也不错，我感觉他好像要等着睡觉了。然后肥嘟嘟的呢就是很佛系的表情，小白的就很呆了。好了，那今天的分享呢就先到这里了，喜欢我们的视频，别忘了关注一下我们的频道哦。下一期节目再见，拜拜。